票，让他自家模特奖。获得自家模特奖的是七号选手王小小。奖，哦，那边有规定了，等了好久了，是不是？
山鸡奖还现在铜奖。这个权利我们交给戴维。我们先从铜奖开始颁发。那么获得最佳集体铜奖的是，主持人好啊，心态很严肃，非常笨重。好，我非常的荣幸公布是杜兰舞蹈队，恭喜杜兰舞蹈队，获得的是集体铜奖，对不对？恭喜。那么荣获最佳集体银奖的是，我们的颁奖嘉宾是哪位？哪位？我们有请丽娜女士上台为集体的铜奖进行颁奖。有请。集体的铜奖，杜兰舞蹈队。恭喜恭喜杜兰舞蹈队，谢谢颁奖嘉宾，谢谢他，谢谢。那么接下来获得最佳集体银奖的得主是北京协会模特队。北京协会模特队，恭喜他们！我们有请颁奖嘉宾荣龙王先生上台为北京舞蹈队进行颁奖，有请。有请。完美的银奖，我来有请。不懈的努力，不到位，恭喜他们。好的，那么下面就要颁发最佳集体金奖。这个金奖是谁呢？那就是市级东方舞蹈团，祝贺！恭喜他们，市级东方舞蹈团获得了团体金奖，恭喜恭喜！请上台，谢谢。我们市级舞蹈团是在我们本届辣妈大赛的主席苏三女士的带领下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了。我们的颁奖嘉宾，哪位？我们请。我们请上台，我们来颁发。近视人才新卓越，我们有请张伟先生为我们的团体金奖来颁奖，谢谢张伟先生。我们有请王玉超，进来。张先生，张老师辛苦。今天来的都挺好的，谢谢谢谢。好的，再次感谢我们的张伟先生。我们最佳集体的金银铜三个奖项已经颁发完毕，接下来让大家已经等了好久了，特别特别期待的优雅组的三奖，我们首先要公布的是第三名季军得奖的是，那么荣获优雅组季军第三名的是第十四号贾兰女士，恭喜贾兰女士，恭喜。我们有请颁奖嘉宾，我们的颁奖嘉宾是Emmanuel Armstrong， 请问还在吗？ Are you here? Emmanuel Armstrong， 我们有请电制纹身的陈志辉先生上台为我们颁奖，有请。有请陈志辉议员来颁奖。感谢电制纹身经贸委员会主席陈志辉先生。恭喜恭喜。来，谢谢谢谢陈志辉议员，谢谢。哇，小黄，朋友们，您的掌声在哪里？掌声，祝贺他！祝贺彩兰获得了优雅组的季军，也在。
优雅组的亚军，那么获得的就是第24号王慧华选手，欢迎。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。好，再次使用